来公家吗？或许是的。来，继续。编号二。编号十八。变。
对，但是一样，写错了就可以把它换一下，另外再写。还是你在画什么？三个六倍，你也可以说它是六的三倍。
所以你刚刚把店加到的时候，这边的人数还没加，所以有很好的效果。帮前面的人按摩，哦，然后我们唱一首歌，《掌握》。
这个还有进阶的，你要马上给我听一下。现在是这样，来根号十八，根号十八可以变成根号二乘根号九，同学，根号九可以出来吗？根号九是什么？对啊，三三得九，所以它就会变成根号二乘以三，所以它是根号二的三倍 ，OK 吗？也就是我会把它写成根号二的那个倍数，我会写前面，倍数我会写前面，还记得吗？我们会写六 x 的二次方，这个叫做二次项的六倍，倍数我会写在前面，不会写在后面。那这个怎么想？这个怎么想？这个就是根号二乘根号三。乘根号三，对吧？可以吗？我把它写出来就是根号二乘根号三乘根号三，对。那根号三乘根号三就是根号三的二次方，一个三啊，所以一样就会变根号二的三倍。所以根号二加根号十八是倍乘。OK， 跟妈妈都可以好好的写好，希望你不是很快速的帮我把它抄下去，这样就可惜掉了刚刚学会的东西。你要自己写，看懂后要自己写。所以呢，这样我会尽量不写完整，我只是涂一点就好，你们要自己接下去。有的人就习惯性的一直抄写这样子的东西，脑袋如果没有在动，就很可惜。这个过程在数学上叫做化简。那为什么要做化简？就是我为了要可以跟根号二做加法。因为 当我可以把它变成三根号二的时候，这两个就会合并变四根号二。所以为什么要做化简？因为我们不定，我希望可以加就尽量加。那所以我们要学会如何从根号十八化解三根号二，这两点要学会如何化解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先练习一下化解，第七大写一写，先写到第六小节就好。一题一题来，慢慢来。不急哦，想清楚再下，算清楚再写答案。好，我说要讲对不对？先慢一点，可以吗？太久，太久了。那就是你们两个有一个方法可以是不是？打叉二，好上头，就是我发现你刚刚那个方法很好。怎么变回去了？是第二个动作在做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练一下。如果来不及讲，一下就变回去了。
根号十二，十二
可以变成谁跟谁相乘？二乘六，对不对？六又可以变成2×3，所以我12可以变成2×2×3，对不对？变成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变成这样之后，我就看到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叫做根号二，这个也是根号二，这个是根号三。那根号二乘根号二是什么？对。那根号三呢？根号三，懂吗？不懂的要问。算到第一位，算到第一位什么？
拉斯拉是什么？拉斯拉是 1.72 我是 1.75 是说我们这边 1.76 然后对拉斯拉第一
看就好看了。我成长下了哟。那就是神的。下。对，接下来也是神的，所以。应该这样子讲。啊，上月。根号三大于一点七，三十一点七，所以现在可以准确到根号三一点七三，后面知道。我准确到什么地方？要的。准确到什么地位？所以到二十六位来进行说明。我相信其他你我刚刚讲过了，你只是需要回应。
第八题，第八题如果你也会，大概方根这部分大概差不多。你怎么比较他们的